圈观啥，我是你的人，欢迎来到第五人格，我是你们大脑哥哥。哎，这个佣兵的推理先生都收到了吗？好像是第二批买的还没有发货，第一批买的已经收到了呀，我就是第一批的心愿儿呀。这次呢，咱们没有带那个可以改变密码机外观的金挂，而是带了一个猫尾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猫尾和推理先生搭配起来好像也挺可爱的吧。哦，可是我也不知道咋的，这个邦邦怎么开局头铁追佣兵呀？难道是羡慕嫉妒恨我的新皮？俗话说得好呀，谁有新皮肤就先打谁，这难道那咱们呀溜也溜够了，而且呢这个帮忙好像的确是有点柠檬我的皮肤吗？这是为什么一直在鞭尸呀？推理先生表示我好难呀。再然后就是开枪啊，直接，哇，这个人是真的秀，这个枪真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嘿嘿，烟花放得真好看，可以救我呀！哎，当你遇到了演队友演员怎么办？没办法，凉拌。一个满血空军，你敢信？来救人。一个满血咒术，自己的队友没办法呀，自己的粉丝。